哇，最后一场啊！ 世界巡迴演唱會的最後一場啊！多謝你哋嚟到，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對我嚟講好重要嘅一個 tour。頭先開場之前，我自己喺後台嗰度做呢一個最後嘅一個 preparation 嘅祈禱，我話 Thank you Jesus for bringing me here。 講都未講完呢句，成個鼻紅晒啦已經。今日我非常之情緒波動，因為我真係覺得今晚當所有嘢嚟到呢一個結尾嘅時候，原來一個人嘅情緒係可以咁起伏。好多謝你哋喺呢一度陪我度過咁重要嘅呢一個晚上，多謝你哋。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，我不知道今天晚上，过了以后我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失落？因为可能今天晚上就是我最后一次做这个演唱会，然后在台上面看到你们那么热情的一个时刻，所以我会好好珍惜。你们会吗？你们准备好要来一场非常 疯狂热烈的演唱会了吗？我好像觉得只有我准备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因为我希望等下如果你们听到非常熟悉的歌曲，你们可以一起唱好吗？因为这个演唱会里面充满着你们都会唱的一些歌曲，所以。 这一首，你们一定会唱，跟我一起唱，送给你们，存在。